大家好，我是美聯物業客戶經理，我姓陳，叫做沙里，是負責九龍豪宅區。如果有什麼關於物業的查詢，可以隨時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給我，我的電話就是6173-7882 6173-7882。今天我想帶大家看一個單位，就是我後面的這棟物業，地址是何文田石鼓街二號，叫做毅廬。你們看看這棟物業外觀不俗，還挺帥氣，戶戶有露台。在1979年入伙，全棟大廈20層，每層4伙，總共80伙。20樓的 CD 室還連埋天台，全部的實際面積都是728尺，原積都是兩房一套，有工作間，是屬於34校名校網，名校林立，是家長的摯愛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帶大家上去個單位看看。我們先入到這個玄關位，這個就是大廳了，幾寬敞，外面還有露台。單位還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，上下廚櫃可以容納多人在裡面煮食，延伸出來還有一個吧台。我們進來主人套房，但是呢就是改了一個洗手間，做了衣帽間，這個是另一個房。其實兩個房都會很闊落，可以雙人床，還是三邊落床的。現在我們去到這個停車場了，還有三層，是有足夠的車位給每一位業主的。這裡就是外邊的街景了，它四面都是很寧靜的。